我们这台梵拜音乐会都是由中国各个寺院的师父们组成的，他们不是专业的演员，他们是为菩萨而歌，为佛而歌，他们的表演由心而生的，它一定会给你带来深刻的印象，会给你带来视觉的震撼，听觉的享受。 他们每一次的唱诵，每一次的演奏，每一次的功夫，都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记忆，不仅仅是艺术上的记忆，更重要的是心灵上的和灵魂上的这种记忆。我衷心的希望你们能够来到林肯中心音乐厅，能够来看我们的演出。我相信你和我都会得到同样的感受。 谢谢大家。